强国之志薪火相传，六十多年的栉风沐雨，已让求实、求真、大气大为的精神融入电子科大人的血脉。自由探索的校园，严谨扎实的学风，向善向上的文化，无处不在的求知精神，是对心灵最自由的滋养。在人人皆学、处处能学、时时可学的智慧校园，电子科大人不懈探索，用独立思考启发思维与智慧，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。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使命，创新育人模式，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，培养具有家国情怀、全球素养、知识综合和集成创新能力，能引领未来学术前沿、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引领者。全球视野把握学科发展趋势，坚持内涵发展，优化学科生态，推动交叉融合。电子科学与技术、信息与通信工程两个学科在2017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获评 A 加。天下英才竞相汇聚，聪明才智充分涌流，他们深深扎根这片沃土，用坚持真理的浩气，不拘一格的胸怀，强大的人格魅力，传递给学生一生的着实和毅力源泉，强力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稳致远。电子科大充分发挥在电子信息领域的综合优势，以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，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，引领电子信息技术潮流，探索不曾触及的未知，让成电声音在国际学术殿堂久久回响。电子科大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，大力支持学生赴海外学习深造，与世界知名大学开展了近200个学生交流项目，不断引进世界高水平优质教育资源，携手英国格拉斯哥大学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合作办学，积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，吸引近80个国家的1000余名国际留学生来校攻读学位。电子科大是一处神奇之地，你既能感受知识把大千世界结构的经纬分明，也能感受文化把生活演绎的妙笔生花。一批治国栋梁、学术翘楚、兴业良将从这里走出，勇立时代潮头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，奋进新时代，
阔步新征程，青春朝气的电子科大正以自信从容的姿态昂首走向世界。